你会害羞？我知道各位明天考要断考，其实压力也蛮大的，但是，上课比较晚。哎，上课了，先抽一位同学今天帮我写心得，那这一位同学是18。还没来。是哦，他在这里。啊，八号。哇。八号在哪里？18号。啊好，哎，是不是写过？有啊。你还没写，你还没写，有写过吗？我没有啊。好，那就这样子。谢谢。哎，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还是延续哈，延续，那个是录影的意思，录影。不是不是，那个不用，那我写。好，那今天这堂课呢，延续上个礼拜的终极关怀。那终极关怀，今天的我的标题呢就比较直接一点，叫做人为什么活着？啊，人为什么活着？在这个永生站里面呢，其实提到一个有一句话，叫比死亡更令人害怕的事情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同学好了，看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呢？二号，老弟，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拉长的时间啊？为了啥？为了来到这边？怎么说？哦，燃烧生命哦，是哦，那就是属于粉丝哦。好，来，四号，一号，你为什么活着？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对，你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我妈没带套？你需要多买一些给她用。讲的没错嘛，连小学生也都知道爸爸没带，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父母毅然决然的生下我，那么就要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三个人一起来坎坷的走这坎坷的人生路啊。所以呢，当各位同学，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真的只是这10多年、15、16年前，只是因为你爸的一个不小心，然后导致现在的你出现在这里吗？让你这过那么坎坷的路吗？好像似乎并不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呢？生命教育呢，在108课纲里面，其实五个学习重点，五个学习重点很简单：哲学思考、人学探索、终极关怀、价值思辨，最后到灵性修养。那我们已经了解了所谓的所谓哲学思考跟人学上，启动了这把钥匙之后，我们再来启动里面的所谓的这个齿轮。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不见得在这18周里面你就能够属于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我们尽可能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人为什么活着？在这个早期的台湾教育里面来讲，哈，叫做填鸭式教育，到所谓的9年一贯第一次教育改革，到现在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叫12年国教。我先来形容一下这三个教育的概念。我自己是填鸭式教育长大的，好，所以填鸭式教育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我等一下把各位同学带到溪水旁边，给你钓鱼竿，给你水桶，然后要求各位同学十点以前必须每个人钓10只鱼给我，少一只鱼打10下。好，少一只鱼打10下 ，OK， 然后呢，所有人就排队被我打 ，OK 啊，这以前这样的，少一分打一下啊，对，少一只鱼打10下，所以呢，你害怕被打的就想办法试图赶快去钓，一定要钓到鱼。那如果你觉得被打了无所谓，可能就被打，但是你如果照着我的方法去做的话，你一定也可以钓到10条鱼，大概就是这样类型吧。对，早期的填鸭式教育。到9年一贯开始，它有一个标语叫做带着走的能力，并不是背不动的书包，什么意思？那就是把各位同学带到溪水旁边，不给你钓鱼竿，也不给你水桶，告诉各位同学10点以前每人钓10只鱼给我。当时因为人本教育也开始兴起了，所以现在不打人了。那你钓不钓到水里面，你自己能力的问题了。OK， 所以这个你自己钓，所以有人只钓到1条鱼，有人钓到12条鱼，有人1条鱼都没钓到。所以呢，这个开始有很多人就开始做了很多变化，到现在。所谓的这个108课纲，就是我觉得是台湾教育第二次改革，叫什么东西呢？叫做成就每一位孩子。我们不用去溪水边了，因为太危险了。我们现在大家在教室里面，请各位同学10点钟以前，每人够变10只鱼出来。来，我现在讲嘛，你要做到，我跟大家10点以前要教10只鱼给我，可以吗？你自己想办法。你可以请你爸妈送鱼过来，你可以请富胖仔乌鱼。Uber Eats 送过来，你也可以自己画10条鱼，随便，反正我叫10条鱼就对了。
但是十条鱼好与坏是我自己来认定，啊，这叫素养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现在的课程就讲成就每一位孩子。哎，不过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进入到所谓这个108课纲已经几年了？今年是第三年，对不对？108、89，对，你们是第三届嘛？高中来讲是第二届。那你们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发现课程变得很，我自己自认为是变得很比较抽象。没有，你们还是觉得很具体，是不是？我必须说，生命教育变得很抽象。好，生命教育为什么？你看，我光秀给你看说，生命教育就上这五堂，这五大议题，这五个素养，你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那我现在告诉你，99课纲生命教育上什么吧，你就会很清楚了。上这三个课程，在终极关怀的课程里面上哲学与人生、宗教与人生跟生死关怀，你是不是就马上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生命教育哦，原来这些东西就是终极关怀啊。因为我刚刚说，对不起，我刚刚说在终极关怀，对不对？很抽象，所以我聚焦一点点，99课纲里面就这三个东西。那这三个东西目的是为什么？那让你回答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活着？好，我现在解释这么多，大概花了三到五分钟解释这个问题，就告诉各位，这学期我会有三堂课，这其中三堂课我会把99课纲的东西拿进来教。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聚焦一点点，它比较能够让你看得到他在学些什么东西。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哈，生命教育呢是台湾，是全世界，我认为台湾的生命教育是全世界最棒的一个教育，最大的一个特产。你不要看国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一系列的一体性的所谓生命教育课程，国外是不会有的，只有我们台湾。所以有很多的国外专家学者是有特别来台湾来想办法来把这一套带回去，让他们去来去。然后这样的课程里面在使用，这第一个，台湾我觉得最引以为傲的是生命教育。第二个，生命教育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叫做灵修六原则。不过各位同学，你们的课本里面没有提到，你们的这个预达课本里面并没有提到灵修六原则，所以我有，哎，我的哦，在这个抽屉里面有这个课程的规划表，课程规划表的右边我有列出灵修六原则，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也是我们这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个资产。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们这学期也会有一份作业，希望各位同学用生活杂记的方式，就像是写 Facebook， 就像是写 IG 一样，字数不用多，大概100个字上下左右，去说出你怎么去应用其中一个原则就好了。会这样了解吗？你怎么应用其中一个，不用六个原则都写，就是你生活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应用在哪一件事情上面。所以呢，灵修六原则提醒各位是我们这学期其中一份作业，但是因为现在还并没有正式到这份作业的时间，所以我就先带过一套。那我也想试图从灵修六原则来帮各位来解答人为什么活着。那灵修六原则第一条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神、看见佛、看见人。第二个原则叫做第一个去爱，第一个去给。好，那其实就是人生无常，为爱永恒。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应该为爱而活着。你要爱自己，你才会爱身边的人，懂得付出，懂得去爱啊。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啊，人跟人之间相处都会看一个人的什么？看一个人外貌，我讲的外貌并不是镜子所照出来的外貌。我们看一个人，常常看用你很主观的意思来判断一个人，但是这个主观的意思判断一个人，其实是带有偏差的，带有偏见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抖音的其中有一段影片，我觉得还蛮值得让我们去思考的。喂，你干嘛呢？我的方法，你好，是帮你做一下后面。那你做情况看吧。喂，给了我这过年很贵的，红花脸你赔得起吗？大哥，随便看，喜欢哪个户型，我打算再找你介绍介绍。走，来，先喝杯茶。看他这个人，能买得起房吗？你还给他倒水？哎呀，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冒险？你看过新房吗？有个老姐姐也是这么演的。你看你相声还有大路红的，其实这种人都拼命有钱的。小兄弟，这个房型挺不错啊。哎，来了，大哥，你喜欢这个房型吗？对的，这种房型还有多少？我全部要了。全部要了？对，全部要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来，不要紧张。来，高队长。哎，大哥，你是怎么过？打啊？啊，我没带现金，我打个电话给家里就是。买房。你是不是糊涂了？现在下班先挂了。哎呀，我就说嘛，你看，你以为穿成这样就是有钱了？你太天真了。阿华。哎。
过去那边帮忙看一下客户。好的。哎，天总。你怎么也在这里啊？什么时候过来啦？哦，我过来这边买一些房。买房？这栋房本来就是你名下的呀。啊？对。这个老房也是我的吗？好，两个业务呢，第一个业务是瞧不起他，穿得那么邋遢，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来买房。第二个业务呢，其实是觉得即便穿这样的，听说穿这样的都很有钱，所以还是要好好招待他，都避免落实到在每个人身上看见神否人，第一个缺点，第一个缺点，他们都是带有任何的动机或者歧视眼光去看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刚刚说是明确的人则教我们学会怎样去爱一个人啊。接下来讲哲学人生，哲学人生呢，我们首先先知道什么是哲学啊？哲学就是爱知之学啊，所有的学科里面最高的博那个学位名称呢，就叫做哲学博士。那哲学呢，我们很难为哲学下个定义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哲学是一体性的、一贯性的思考和形式作风，这就是哲学的概念。那哲学呢，就是用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用理性的、用批判性的方法处理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用理性的、用批判性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第一堂、第二堂课里面就讲到哲学思考，你以为就你以为的吗？我们要用很理性的方法，不要带有任何的偏见，然后用批判性的方法去处理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西方哲学里面分为所谓伦理学、形上学、知识论跟逻辑。那这个四大这个支那个分支出来之后，其实在对应过来中国哲学也是这种温过来，就是刚才我们讲各位同学在平行看过来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前面第二堂课讲的是那个什么哲学，哲学思考的，我们讲的是逻辑。然后我们在人权探索跟现在的这个所谓终极关怀讲，就是形上学跟知识论，然后包含到我们下一个主题讲的是价值思辨，讲的是伦理学。所以说生命教育其实某一种程度就是一个被包装的这个哲学课，大概这样解释就可能比较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可以说啊，哲学就是有理念的、有信念、有理想的一个所谓人生观点，你有你自己的人生哲学观是没有问题的，好像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想法。但是我们刚刚说处理人生当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处理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那这个更重要，就是秉持一个最高原则，叫立场不必中立，态度必须公正。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会想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勇敢的发表一个人的想法，即便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都一定会，我保证一定会尊重你跟我想法不一样的，我并不会因为你跟我想法不一样，所以我就给你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我们要秉持一个最高原则，态度是公正的，而立场你要自己选边站，千万你不要说你是什么来自中立怎么样的，好像对吧？所以我做中立，所以我很中立，没这回事。当今现阶段的台湾教育，我觉得最有点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思辨的重要性，但是思辨不内省的话，那就叫做狡辩。我再说一次，思辨如果不内省，那就叫做狡辩。所以很多的课程一直告诉你要不断的思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生命教育要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内化成为自己，反求诸己，那就不会变成所谓的狡辩。好，所以哲学与人生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各位同学要追求一个所谓幸福的人生。好，幸福的人生里面又是什么呢？我们上礼拜也稍微提过嘛，幸福的最核心的最内在的那个东西就是爱。所以我刚说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觉得人应该是为爱而去活的，也只有爱才能够解决很多很多我们之后所要面对的人生的问题，包含下面的问题哦。好，那如果已经过去的事情各位都准备好了没？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说再见了吗？已经是不存在的人或不存在的东西了，你能够去坦然面对吗？这个李竹新跟这个佑人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一个单曲 MV 哈，那叫做《和昨日说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很特别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它就是能够大胆的来跟我们讨论关于死亡的议题，但它不会讲什么死来死去那种东西，它会告诉你说，已经过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心态去面对呢？你用什么样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我觉得这部 MV 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大量引用了台湾特有的殡葬文化的素材。对，他大量引用台湾特有文化的殡葬素材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负责美术指导的就是这一位小冬瓜，上次我跟大家讲的那位朋友，对，小冬瓜就负责在这部里面做了美术指导，包含做殡葬文化的指导。那我觉得这部里面它保留了台湾特有殡葬文化，还包含了一个东西叫做殡葬舞。各位，你们都以为殡葬那个只有非洲的台湾舞叫殡葬舞，对，台湾有一个特有殡葬舞，等一下你们去看那个手势。他们是特别到乡下里面去找到那个舞蹈的舞步啊，包含的那个跳舞的方法，然后再结合在那个 MV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和昨日说再见》，如果已经过去是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说昨日说再见好，那已经过去就已经过去，如果再听下去今天晚上你可能会睡不好，因为他这个很洗脑的歌很可怕，怕你明天考试考不好赶快停下哦。不过已经过去的事情准备好了，刚才这两个王者他是不是似乎放不下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一切，不过金童玉女却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放下所有的一切，要和昨日说再见，用不一样的心情去面对关于死亡。不过哪天死亡你到你身上你准备好了没？我不知道现场各位同学，当你各位同学都没有死亡的经验，但是你可能有参加过告别式的经验，我想调查一下吧。到截至到今天为止你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告别式，你请举手。有多少同学这么幸运这么好这么幸福？好多人哦。OK， 好，谢谢。我们这边有五位同学对死亡的想法是什么？那有参加过告别式的人对死亡会有又不一样的想法，不过好像似乎没有人去告诉我们死亡这件事情到底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你只好从任何的宗教仪式然后去看去揣摩去想象，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去跟你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场也有可能有是你可能有曾经参与过那个所谓的筹备，因为你的可能是你的阿公阿妈或怎么样，这里可能曾经啊，你知道吗，小冬瓜曾经说过好说你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你只有48小时能够面去解决去做决定，48小时其实很快了，这不是说工作时数48小时，这是只是说你有只有2天的时间，你必须决定什么？决定从死亡到告别式那天，通常只有2周，你要决定70%以上所有的事情。各位同学，来得及吗？我个人是觉得很赶，时间上面非常非常的赶，来不及。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叫善终，善终。那它是什么样善终？你善终自己，你要学会善终，你才能善生啊。所以我们在价值辩会稍微跟大家提到什么叫什么概念叫做善终呢？好，所以呢，接下来如果万一死亡面来临的时候，你准备好了什么叫四道人生？我们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我们来看一下象爸爸的故事吧，象的背影。
四道人生只打四道，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像爸爸都准备好了，他踏上这个所谓人生的单程旅行哈。那各位同学，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我上礼拜有稍微提过，你会唯独你现在珍惜你现在家庭，你未来就会经营属于家庭。像各位同学能够拍一张全家福相片，对，像爸爸他就把握他人生最后的那个时间点，选择好好跟他的家人能够在一起。他老板不是丢给他的工作，他觉得他不要做，我想要陪伴我的家人，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关于宗教的议题的哈。宗教呢，大家都会说啊，宗教都劝人为善都差不多，可是你真的觉得宗教都劝人为善吗？宗教好像似乎并不完全叫做劝人为善。那第二个，宗教都是让你永保安康吗？好像似乎也不是，对。不过各位同学，现场的各位同学，大部分都一定会做过一个宗教行为，一定会，不是说一定啊，就是大部分都会做过宗教行为。而宗教行为是在国中会考的时候，那我想调查一下，国中会考的时候，你有把准考证，不管是学校也好或补习班也好，你有把准考证拿去摆一个警局上？拿去什么？啊，摆摆的。好，你有拿去摆的请举手。OK， 好，看起来答我们这四个同学都有举手，谢谢，请大家。我问第二个问题，你办完之后呢？你现在拿的薪水，你觉得灵验的请举手。灵验的，还办的还蛮不错，蛮灵验的。OK， 好，那我好奇这两位同学，你们那如果不灵验，你们会去哪？灵验的，对啊，你们是觉得灵验嘛，对不对？那如果不灵，那你们可能会去哪里？就没学校读，不会那么惨吧？啊、哦，所以灵验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再问下一个问题了，各位同学哈，你自己想啊，这个问题不用举手。刚才觉得不灵验的同学，那我想好奇是问各位，你们这些认为不灵验的，那你们为什么拿去拜？爽，求心安啊。求心安。那你在当时在拜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灵还是不灵？那你为什么拿去拜呢？你现在觉得不灵的时候，你要不要去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灵验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所以宗教一定是永保安康吗？其实似乎不是。我认为，我个人就觉得宗教定位是应该定位在宗教能够来解决你人生无常的问题。好，宗教能够解决你人生无常的问题，怎么说呢？其实你会发现，在探讨关于死亡这个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没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解答，只有宗教才会，只有宗教才能解答关于死亡的问题。科学无法解答，数学没办法解答，地球科学也没办法解答，音乐不能解答，什么都不能解答，但是只有什么宗教能够来解决解答你的问题。各位，如果刚才就除了五位同学没有参加过告别式，那其他所有参加过告别式的话，你有没有去发现，在任何的告别式场合，你一定都会有一个宗教仪式。就你可能经过别人听的时候，你看，哎呀，他是佛教，他是道教，他是什么教，一定都会有一个宗教仪式，而只有宗教仪式才能够来解答人生无常的问题。但是又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人常常会陷入到一个宗教的一个情境里面，就到迷信。那什么是迷信？什么是迷信？在讨论迷信之前，那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又是正信？比如说，各位同学刚刚拿准考证去拜，这个行为是属于正信还是迷信？有想过吗？为什么会是迷信？可是对两位同学来讲，他们能够上薪水，他们认为他们的应该是算正信。可能啦，我不知道。所以到底怎么区分你这个宗教行为，你这个宗教行为是迷信呢？我告诉各位同学，你必须先想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宗教是什么。我调查一下哈，现场各位同学，你是纯正佛教信仰的，会举手看一下，有没有现场有信纯正佛教信仰的？没有，是民间信仰，就是拜拜，就是拜拜，拿香拜拜的也会举手。没关系，你家里面或者你都是的，可以举手，拜拜的，好，谢谢，请放一下。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宗教，不是这个，倒数第二，你是基督宗教信仰的，请举手，包含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一位，好，两位，好，谢谢，三位。好，最后第四个问题，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伊斯兰教的同学？有没有伊斯兰教？就是俗称的回教，但是我不能说回教，应该叫伊斯兰教，对吧？没有，对，好，那我今天会从台湾三大宗教，不是世界三大，世界三大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哦，但是台湾三大是佛教、道教跟基督教啊，这并不是没有伊斯兰教，所以我今天从台湾三大来介绍哈。不过刚才各位举手的同学，我想让你们重新问，帮我再自己去问一个问题了，你这个信仰是不是遗传的？什么叫遗传的？阿公阿妈信什么，我就跟阿公阿妈拜什么，我就跟着拜什么。那些遗传的宗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拜，然后你跟着去做这个事情就对了。
还是你的宗教是属于有条件的声音啊，保佑我考上清水高中，我就相信你的存在，我以后会好好供奉你啊，哦，这是有条件的。还是你的信仰是属于第三种肤浅，哎呀，这个太久没有去教会了哈，今年圣诞节呢，还是去一下教会去沾沾喜气也好，那叫做肤浅式的信仰。各位同学是哪一种？这三个我必须说都不好啊，都不好，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宗教行为，你必须要拿大胆去怀疑你的宗教，而你怀疑过、质疑过后，你还是选择相信的话，那就是你的信仰。我再说一说。你要大胆去怀疑你的宗教，当你怀疑质疑过后，你还是选择相信，那就是你的信仰。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去怀疑过你的宗教，如果有一个宗教团体或有一个宗教人士告诉你你不可以去怀疑他，你不可以去质疑他的话，那你就简称叫什么教？邪教。各位都知道对不对？都那就叫邪教。所以如果你去怀疑他邪教，人家却斥责你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他可能就是邪教。那拜托各位同学一定要先暂时，我在鼓励各位同学要暂时先脱离那个团体或那个人，免得你陷入到邪教里面开始被洗脑，你也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还想快速的介绍台湾三大宗教，包含佛教、道教跟基督宗教。佛教讲的是什么呢？佛教我们讲什么礼佛，那是什么意思？怎么去区分什么叫正统佛教？啊，怎么去区分什么叫正统？那我不是说不非正统就代表不正统啊？什么区分来自正比较传统的这个原始那个佛教呢？从台湾的四大佛教来看。北部的佛光山，西部的中部的，这应该是中部的中台禅寺，然后到南部的这个北部的法鼓山哈，到南部的佛光山，然后就到我们台湾东部的慈济，这四个就是台湾比较有名的四大佛教，比较正统。在里面，你基本上你不会看到他们拿香烧纸钱，这样了解吗？所以正统佛教它是不会拿香啊，正统佛教基本上是供奉鲜花素果，象征性的。他们也不会宰，他们就完全吃素，不会杀鸡杀猪来拜的啊，这个就是属于正统佛教。不过各位同学知道正统佛教的创始人是谁吗？能知道吗？谁？正统佛教创始人是谁啊？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小小国家里面的一个叫悉达多王子。好，是悉达多王子，创始人是悉达多王子。悉达多王子他很厉害。他一出生没多久，那个手指的天，手可以指的地，叫做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个的图像，各位朋友都可能会有在哪边看过？台湾的浴佛节，台湾浴佛节你们看到，他们就会拿一个那个这样子的佛像，然后去给他浇水，啊，给他在母亲节的前后，就给他就真的浴佛，叫礼佛，啊，那个就是所谓这个就是正统创始的叫做悉达多王子。好，悉达多王子刚刚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在一个小小的皇宫里面啊长大。他并不知道人间疾苦。有一天呢，他长大了，他就到处去寻这个他到我简单用我现在用语哈叫做市集。他到市集里面去看一看，看到人世间的老的老、病的病、残的残、死的死，看到这些人间疾苦，他就这样纳闷，跟他在皇宫里面长大所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于是他体悟到一件事情：人有三生苦，人有三心苦。那三生苦，这三生苦是我们必然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叫做老病死，每一个一定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人的三辛苦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课题，叫做贪嗔痴。好，贪嗔痴，因为看到皇宫里面跟外面的景象，跟皇宫里面完全不一样。看到外面的景象，体悟到什么老病死；看到皇宫景象，想体悟到什么贪嗔痴。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去克服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左思右想，百思不得而其解。当时又没有生命教育科，又不是我教的，所以他没有人帮他解答这个问题，怎么办？他就怎么样？半夜怎么样？离抛家弃子，跑到森林里面的一个菩提树下修行。修道40年之后，悟道成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来源。大家了解吗？他是悉达多王子，他离家出走，那就我们简单叫出家。他已经有小孩喽。好，然后呢，他离家出走到森林里面菩提树下修行，修道成果之后，就成为所谓我们现在拜的所谓，所谓我们信的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中间有几个关键字，什么叫做菩提树？菩提就代表什么意思？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听过菩提，但是你知道什么叫菩提吗？没有人知道，咱们历史课没有教到。啊，菩提的意思就是智慧。啊，当他拥在这个菩在这智慧树下面拥有智慧的时候，他自我觉悟。他觉悟之后，觉悟的意思就是佛，好，就当他觉悟之后就成为佛，所以佛的意思叫做什么？觉悟，
觉悟很重要。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定地成佛，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就选择不杀生，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了，这个概念大家了解吗？好，那他在这四十年当中，他就体悟到一件事，人啊，人间疾苦啊，因果报应啊。所谓因果报应是什么？因果循环，上辈子的因到下辈子的果，这辈子的因到下辈子的果，所谓五道轮回，天道、人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请问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哪一道？人道哈，很好。有一些同学告诉我说他在畜生道，那有点可怕。我们都在人道这边修行，好，我们是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是人道，我们在人道修行啊。人道是最在这五道里面是最苦的，人道是最苦的，反正在地狱道、恶鬼道才不会那么苦哦。好，这人间几国生，人有三生国，人有三心国，我们都不断的修行。但是我们在人道修行完，这辈子的因就会取决于下辈子的果。哎，讲到这边，各位同学，刚才有没有纳闷呢、啊？老师，你是不是少讲一个道？我刚说五道轮回，对不对？应该几道？六道轮回。那为什么会变六道轮回呢？我刚说原本希腊多王子体悟到这五道轮回，天道、人道、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他把这个宗教，就想把这个宗教传到印度其他的人去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只好结合印度当时所拜的民间信仰，叫做阿修罗。于是阿修罗的大陆进来，叫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成为这六道。这样了解了？好，了解了哈。所以这个大陆进来之后，也扩展出去，所以大陆进来，所以就变六道轮回。所以原始的佛教讲的是小乘佛教，乘是指像船一样，我一个人自我修行，从此岸到彼岸，就像是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自我修行，从此岸到彼岸。当他觉悟的，他就是成为佛。不过我刚刚说传到印度去成为六道轮回，那传到中国来呢？传到中国又变什么？也一样是六道轮回，可是中国不信这些东西的，中国是白床，人知道？哎，不知道。中国在民间信仰当时是拜菩萨的，啊，是拜菩萨。所以呢，那菩萨那到底放哪里呢？他们就知道把菩萨这个位阶放在天道里面。所以天道简单来说，它会有两个位阶，一个是菩萨，一个是佛。菩萨也在修行，佛也在修行，啊，不断的修行，不断的轮转。所以菩萨呢，有两尊菩萨你必须要知道，一个叫做观世音菩萨，普度我们在世的所有的众生的；另外一个叫做地藏王菩萨，最近要怎么去扫墓了，你可能就会遇到他啊。叫地藏王菩萨，都有加他 FB 吗？还没有，等一下下课扫描一下啊。好，对，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这两尊菩萨，那菩萨又什么意思？菩萨讲的是乐善好施，布施嘛，是乐善好施。所以传到中国去的时候，从原本的小乘佛教乐善好施普度嘛，对不对？叫做普度众生，所以叫做接下来叫变小乘佛教变成大乘佛教了。想了解没？原本的小乘只是为了我自己修行，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大家这一班好好听我的课，我们一起修行，从此岸到彼岸去，大概就这个概念，众生皆平等，普度所有的生命们。好。所以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不过有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地藏王菩萨曾经说过，当地狱不空什么？地狱不空什么？誓不为佛。地狱如果有空的一天，他才能，其实他趴树早就够到可以成为佛了。可是因为地狱还是有很多的孤魂野鬼，所以他还要在地狱里面不断普度里面孤那个地狱里面的孤魂野鬼，所以他就不愿意成为佛了。不过他这句话呢，就马上打脸，打什么脸？地狱会有空的一天吗？轮转的概念是他不会有空的一天，所以他打了脸之后，他就永远回不到所谓天道成为佛了哈。可是佛教的精髓点在于学，啊，学佛学佛，不是拜佛，不是信佛。佛教本身是无神论者，所以不是拜，不是信，是学，像他一样在修行，从此岸到彼岸。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佛本身也是无我的意思哈，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接下来介绍到所谓的道教，有简单又称作民间信仰，又称作优质观，因为它更复杂了。道教呢，他不相信人有灵魂，那道教相信什么？刚才佛教相信人有灵魂，道教相信人有三魂七魄。我们大家常常看到的道教大概是长这样子，像这样子的这些标志。那台湾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民间信仰是谁？各位认识他吗？妈祖，对不对？有人家里拜妈祖吗？好，好，应该是有吧的。OK， 那道教不相信人有灵魂，道教相信什么？道教相信人有三魂七魄。三魂七魄，魄是指气场的意思，魄是指气场的意思。我们在道教里面的民间习俗里面，一个人过世之后会做头七、二七，一直到满七，七七四十九天气场会散去，所以随着我的做头七、二七、三七、满七，我的气场会慢慢散去。随着一个人出生，各位同学，不知道你有没有亲戚是最近有家生小孩的，
你回去如果试试看摸他的头盖骨，他的头盖骨是软的，你敢捏下去你试试看。好，他们认为说一个小婴儿出生的时候头盖骨是软的，他的气场会在气息是有点慢慢集中进来，然后头盖骨就变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一个人过世之后气息是有点气场会散去，所以道教一直讲到气的概念，气功气功，你们这样了解吗？好，那三魂又是什么意思呢？道教相信不相信人有灵魂，灵魂是个位数，可是道教相信是复数，所以有三魂。三魂的意思呢，因为有同学今天其实来上我的课，我好感动哦。好吧，对，这是18号的，谢谢你愿意来，赶着来听我这堂重要的课。哎，所以我想到，三魂哈，我随着假设我死掉了哈，假设我嗝屁之后呢，我的第一个魂会在我的，就是我的家人会把我供奉在神主牌位，等着各位同学来帮我祭拜。我的第二个魂会在坟墓，等着四月去扫墓 ，OK， 等着爸爸帮我扫我第二魂。但是我的第三个魂会比较衰小一点点。第三个魂为什么说它很衰小呢？因为它会被牛头马面抓到阎罗王这边去审判。审判我这辈子做了什么事情，看了是不是看了不该看的，吃了不该吃的，拿了不该拿的，结果我看过18层地狱，我应该每一层都走过了哈。所以我觉得经过18层地狱的所有的刑罚，经过这些所有刑罚之后，我就才能够什么走黄泉路上奈何桥。奈何桥的另外一头有个姓孟的老婆婆，她熬一锅汤让你喝下去。所以我就经过那个奈何桥之后，是经过所有刑罚，走的黄泉路上奈何桥，然后孟婆婆就熬一锅汤叫我喝下去。我喝下去之后，我忘记前世今生，我才能够投胎转世成为现在的我。讲到这边，各位同学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没有，你们有在上课吗？有。没有发现怪的地方在哪里吗？我现在有几个魂？三魂呢？可是当时几个魂投胎？一个魂呢？你要告诉我细胞分裂了，那你生物一定很烂。好。然后呢，有同学就很聪明说：“老师，我知道为什么现在变三个魂，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头是不是喝了孟婆汤，所以每一个魂都已经忘记他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投胎的时候左拉一个魂，右拉一个魂一起投胎。所以你知道台湾为什么烧纸化了吧？好，这样了解吗？因为灵魂越来越少了，不信吗？不信。好，第二个，但谢金亮下面的问题真的是有学长哈，曾经回去问他的这个爸爸，因为他爸爸是庙公，他回去问他说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得到的答案是，当他投胎转世的时候，他就会召唤那个神主牌位，召唤那个坟墓的魂一起回来投胎转世。所以各位同学，你听懂吗？我刚才为什么那个第三个魂很衰小？为什么第三个魂要受到刑罚？好，那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又被成立了，召唤回来一起投胎转世，如果按照这个理论被承认的话，那请问还要拜神主牌位吗？还要拜祖先吗？那牌位里面就没有魂了，我干嘛拜？我还要去扫墓吗？墓里面没有魂了，我根本为什么要去扫？我可以去做清洁，我没有必要去拜他啊，是不是？这到今天为止都解释不通。我曾经听过一个台大哲学系的教授，他说啊，道教的事情当你不懂的时候没有关系，不打紧，拿佛教的东西来解释回来就通了。佛教东西解释不通没有关系，拿道教的东西来解释你就会通了。各位，你接受这个理论吗？我不能接受哦，就像是。我在7-Eleven集的那个点数，我可以拿到全家去换吗？不能啊！我在全家集的点数，我能拿7-Eleven换吗？不能啊！所以不能叫互补作用啊！所以这个部分到今天我还是一样没办法解释得通啊。好，那我刚刚说台湾的民间信仰呢，什么都有，什么都拜，什么都不奇怪，人可以拜，鬼也可以拜，死掉的人也可以拜，神明也可以拜哈。所以呢，就是最大的叫做太上老君，接下来太清、玉清跟上清，到玉皇大帝、到帝后等等等等等，什么都有，什么都拜，什么都不奇怪。看到石头就拜，叫石头公；看到树就拜，叫做神木；看到这个猪八戒就拜，叫做地公，好、哦、拜地公，好、哦、啊，不是天公啊，是拜猪公哈、哦。然后看到这个笔就拿出去叫做笔仙。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拜猪公吗？有人知道吗？不是为了钱，不是。对，也是为了钱，最后还是为了得到钱，不是？啊，你说存钱，那是存猪公，那不是不一样。拜猪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八大行业里面，希望有一些那个嫖客过来，啊，不是嫖客啦，就是有一些生意能够上门，所以一些小姐哈，他们就要怎么样，就是希望能够拜地公，能够有一些第八改能够上来了，我有生意的，这样了解哈？因为猪很色嘛，不是猪很色啦，是那个猪八戒的猪是不是很色？啊，又贪吃又好色，所以就这样子，我才生意才会兴隆啊。所以你知道什么都有，什么都拜，什么都不奇怪。这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五拜五波比，只要五拜五波比。好，最后5分钟，很快讲了基督教。
基督教讲 讲原罪观。各位同学，你知道上帝创造出天地万物第六天造了什么东西吗？第六天拿地上的泥土出来捏了一个人出来，就创造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亚当。于是看到亚当这个人独居不好，就趁亚当睡着的时候把亚当的肋骨拿出来一根，然后造了一个叫做女人，叫做夏娃。 OK， 讲到这边你信吗？你相信你的祖先是亚当夏娃的，请举手给我看看。没有。哎，刚才你有基督教的同学吗？现在不承认。哎，刚刚基督教同学，你相信亚当夏娃是你的祖先，请举手给我看。你真的相信？你还好吗？那你会讲亚当语吗？夏娃语。哎，你说一次给我听。好，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这个园子里面伊甸园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包含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也可以吃，唯独有一颗果子你不可以碰，你不可以吃，就是分别三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碰，你不可以吃。OK， 已经讲完，吃了必定会死。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我们下班不是去逛街啊，反正她是一个女人嘛，不是走在伊甸园里面去之后，然后有一条蛇就出来问说，哎，你上帝说什么？什么东西不能碰，不能吃？夏娃说，分别是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碰也不可以吃，吃了必定会死。于是呢，这个蛇就说什么，我想你应该听错了，上帝应该说吃了不一定会死。各位知道一定会死跟不一定会死的概念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蛇就引诱夏娃，就说这不一定会死。于是呢，夏娃碰了一下没死，摘了下来没死，吃了一口没死，就发现上帝在骗人，上帝往这么好吃的东西干嘛不让我们吃？所以他就把这个果子带回去给谁？亚当吃。亚当吃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个发现，哇，我们两个都光溜溜的，超害羞。于是怎么样？他们赤身露体，然后这是怎样？这时候呢，这上帝就问说，你们是不是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他们就承认了，所以只好被赶出伊甸园。基督宗教的原罪观就是在这边，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基督教里面还第二扯的一件事情，就是挪亚方舟。因为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人之后，人都不断的犯罪。所以上帝觉得后悔造这些人，所以就告诉挪亚说，你赶快造一艘船。造一艘船之后呢，怎么样？把所有的洁净的七公七母的动物带上船，把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带上船，还有你们一家八口带上船。哎，各位知道那个船这个字很特别，一个舟，挪亚方舟的舟，然后那个船旁边是不是一个很像一个八，然后口，一家八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家八口带上船，然后于是呢，四十天的洪雨之后下来之后，所有生命都灭绝之后，然后呢，开始他们就放乌鸦，最后放鸽子，终于摘了橄榄枝，然后什么，就已经有陆地，所以我们看就可以怎么样，可以下船了，然后才会有那个有所谓的船嘛，这个就是所谓挪亚的概念，这前面很下暗者，全世界被淹没，你信哦？哦，不信。好，我们看第三个最瞎最扯的。全世界最倒霉的老师不是丁国祥，不是我，最倒霉的老师是耶稣。他当时没有黑特版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被靠北。那耶稣怎么样呢？有人看耶稣不爽啊，有人因为耶稣时常会去说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然后呢，就看耶稣不爽之后，他们就觉得想要抓耶稣，但是也抓不到他任何的把柄。于是呢，就找耶稣的门徒，一个叫犹大，他应该是金牛座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爱钱。他就跟他说：“你告诉我耶稣是谁啊？你告诉我耶稣是谁？那我们出卖耶稣，我给你30两银子。”那犹大因为那30两银子，决定怎么样出卖耶稣？好，那就故意亲吻了耶稣。所以呢，怎么样？众人都怎样？赶快来抓，把耶稣抓去，抓到法院去啊！那其实众人都不知道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是呢，当时有个法官叫本丢比拉多啊，然后比拉多问他说：“他怎么了吗？”众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在旁边嘻嘻说说他犯罪，所以大家说他犯罪，所以耶稣你有罪哦。OK， 他犯什么罪？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定他罪啊！所以大家都说要定你罪哦。那定要判什么罪呢？判什么刑罚呢？判死刑哦，判死刑，判什么刑罚呢？定十字架。所以呢，众人都被那些极少数的人这样游说，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一口同声说定他十字架。这时候本丢比拉多就告诉了耶稣说，那大家都说你有罪，你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就判他死刑，钉十字架。这时候本丢比拉多很厉害，他拿了一个盆子洗洗手，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是民众所做的决定。所以你看当时就被在风向，当时的恐龙法官出现。所以我说圣经很多很多其实在讲台湾现在的这种状况。好，那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请问会不会死？废话，谁不被钉谁不会死的，谁被钉谁不会死嘛。不过呢，死了之后呢，就要被埋葬了。OK， 各位同学，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苹果被削完皮之后，3分钟会变什么变化？30分钟呢？3小时呢？3天呢？请问，一个苹果削完皮3天之后，你会让它保持原来的新鲜度？
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你相信吗？三天呢？你想想看当时的气温温度，三天的定义是早就尸斑尸水，早就发臭，早就有虫了，怎么可能会复活过来？所以基督宗教的精髓点在于，不是相信耶稣生，不是相信耶稣死，重点在相信耶稣复活。哎，我见鬼，怎么可能？坟墓是可能。所以基督教这样讲，信叫因信称义，信不是信耶稣这个人，是信耶稣这个行为，是复活过来这个行为。你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刚刚前面什么亚当夏娃、挪亚方舟，不管了，我们讲到耶稣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瞎很扯？好，接下来呢，怎么区分正信，怎么区分迷信？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好，那不在这边，我先问，先让大家猜猜看，好不好？那猜猜看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OK， 还认为我是佛教的信仰的请举手，认为我是佛教信仰的有没有人？给个面子吧，给个面子，没有。好，认为我是道教民间信仰的请举手。OK， 我刚才在质疑这个灵魂观呢。OK， 好，认为我是基督宗教的请举手，基督宗教的请举手。OK， 好，那我们认为我是纯粹信自己的请举手，没有哈。好，那怎么区分正信跟迷信？其实很简单，正信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平安就是福。你做这个宗教行为，在这个宗教团体里面，你心里是平安的，那就是正信信仰。当你还是存有质疑的，当你质疑还没完，当你是害怕的，我听了惧怕，但你在这宗教行为，在这宗教团体里面是惧怕的话，那就是迷信。各位听了，那就是迷信。如果去教会，平常都有去教，今天没有去教会就开始很害怕的话，那就是什么？迷信。如果我今天没有拜拜，没有拿香拜拜，我就觉得神明会来惩罚我，那就是什么？迷信啊！信仰绝对是可以带给你真正的爱，真正的平安。好，最后解答我的答案，我是基督教。好，看不出来是不是？把基督教说的那么瞎，说的那么扯啊！我本身我是基督教，那我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大胆去怀疑你的宗教，不要害怕去怀疑它。你怀疑质疑过后，你还是选择相信的话，那就是你的信仰。大家了解吗？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有一个所谓正信的一个，能够去区分正信跟迷信的概念，因为你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信仰哈。那二十一号 ，OK， 而且要拿了一，可以收心的吗？为什么？他就躲两个礼拜，是哦，他躲两个礼拜哦。啊，那十六号，简单几句就好了。哎呀，好，下课。Thank you.